把它的名字真的很好听啦哈，SaraShantelle，SaraShantelle 啊，OK，OK，OK，给我变先。说完，这个牌子是一个新加坡 brand 来的哈，新加坡 brand 来的。OK，他们在新加坡市场已经好多年的，many years already 哈。OK，然后他们是出名是什么东西？他们这个产品啊，我跟你讲嘞，很厉害嘞，卖进啊全部的 Southeast Asia 的 country 啊，什么？说完，这个叫做 SaraShantelle 了啊。OK，它的这个牌子在很多国家都有售卖的哈。OK，这个是我们新加坡 production 来的，明白吗？我们要支持自己新加坡的 production。好像你看啊，最近有几家公司我看到是 startup 来的在新加坡哈，就是啊，我发现到那个 comment section 那边呢，我觉得看起来真的很欣慰。为什么呢？每个新加坡人在那边 comment 讲说 ，We must support our local，We must support local，We must support。罗哥哈，跟我们的那个什么一样，跟我们那个 labor force 一样嘛，对不对？你们就是尽量要新加坡来做这个工作嘛，哈。OK， 所、以这个是一个新加坡牌子的 SaraShantelle 哈。So OK，Anyway right，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their product right？ You can go to www.sarashantelle.com。我已经啊用了几天的那个他们的那个 shampoo 跟 conditioner 了哈，想证明给你看，你别有用嘞。看到没有 ？OK， 真的是有用到的，这个不是你别按进马桶的哈。OK， 所以你信的当然是有 plastic 全部包到完包美美的了哈。OK。这个是帮助什么东西 ？OK， 我跟你讲解了哈。新加坡有那个 aging population， 你懂不懂？什么叫做 aging population 啊？小时候没有读那个 social study， 对不对 ？OK， aging population 就是我那个人啊，我们那个人 population 啊，等到那讲啊。林北的，我们的新加坡国家的人民啊，就是比较越来越老了哈。年老人多过年轻人呐、啊，这个叫做 aging population， 人口老化啊，人口老化，他们听不懂的啦，他们都是要听我讲那个比较 straightforward 的啦哈。哎呀，随便你们呐、啊，人口老化了啊。OK， 说什么事情会发生啊？女孩子生完孩子了过后，对不对？什么事情会发生？掉头发啊，对不对？女孩子、男孩子做工压力很大，每天去到那个 office 给老板 fire in the hole 啊，什么事情会发生？压力。他妈的头发又在掉啊，对不对？女孩子更年期又什么又在掉头发，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很多东西你都可以用我们这个 SaraShantelle 了哈。这个你有买，我讲很多次的哈。You got buy, you never buy, 没人买机哈。OK， 我是来这边介绍给你们认识这个产品。你们要买一样，你们直接 click into the link 哈 ，click 那个 pin comment 有那个 WhatsApp link 哈。博大就是有可能就是特意去剃的嘛，对不对？特意去剃的哈。OK， 把有些人呢、啊、不想做博大。把他的头发跟他讲 no， 你要做不大，你明白吗？所以他们在那边挣扎，哈、哦、，OK， 这里开始掉啦，发现越来越高啦，哈、哦，不然这里几大没有啦，哈、哦，那边几大没有啦 ，OK， 所以我跟你讲啊，你们用他们的 shampoo， 还有他们的那个啊、conditioner 啊、哦，那个头屑哈、啊，你擦的这个过后还会帮助你，明白吗？你有干的头的话，你的头很干呐、啊、，OK， 很干呐、啊、，very very dry head 啊，你擦的过后呢，它会帮助 moisturize 那个头，你明白吗 ？OK 啊，所以这个是 very good 的哈、哦、，cooling mint 的 sensation 的哈、哦、，OK， 两个都是 cooling mint 的，我跟你讲为什么呢？他们这个哈、啊，有些人买全部很想买很香很香很香的，不，这个是 more of 讲的就是治疗了哈、哦，一种 therapy 来的 ，OK， 你用了它 promote healthy hair，OK，、okay? promote healthy hair， 它不会很干，它也不会很油。有些人买全部喜欢买刚刚好的，有些人买很小喜欢买很油很油那种，因为有些人的头发很干嘛。我们这个就是说什么 ，OK， 你 apply 了过后 ，it will help with dandruff， it will help with hair loss，OK，、okay? it will help to promote hair growth。石榴汁啊，哦，这个东西不是来擦屁股的嘞 ，OK， 这个东西来做什么的？你看啊，我给你看啊 ，You see here 啊 ，see 啊 ，see 啊，哎呦，看到没有 ？OK， 它这个东西叫做 Head CPR， 它帮你做什么？它帮你把那个什么 Oxygen Therapy with Wild Ginseng Extract 啊 ，Improved Version 啊，打进去你的头里面，你的那个头皮屑里面 ，OK， 过后啊，你用了过后啊，你会觉得冰冰凉凉的。他妈的爽 ，OK？ 然后那些压力很大的人呢、啊，压力很大的人哦，你用这个过后啊，你剁了过后啊，等一下你按摩按摩按摩啊，他会帮你减压 ，OK？ 你看啊，这位朋友啊，你看到没有他的分别哈、哦、？OK？ 看这个是真正的 customer review 来的，你看他真的是有 comment 啊 ，WhatsApp 他讲 export the different yours 啊 ，can see the different what can 看到没有 ？OK？ 这个就真的很夸张了、啊，真的，这个我看了我都会买啊。假如我真的是现在有那个脱发现象啊 ，if I really got the hair drop problem 啊 ，OK？ I really definitely will buy one， you see the hair difference， 你看到没有？一个掉到这样了嘞，掉到这样子了嘞。
要是啊用了那个黑Tonic过后啊会长到这样的话，我跟你讲真的是，你不要讲78、79了哈，780、790、7800、7900、7800、7900，假如我有钱的话我都会用，对不对？头发真的是很重要的哈，头可断头发不可乱哈。 OK 啊， some shampoo cost flat hair. Yes, hi, just join. How many ml is a tonic? Tonic is 330 ml. Shampoo is 250 ml. Beloved Florence Neil, apply on wet hair or dry hair? Dry hair ha. OK 啊， the tonic apply on dry hair, shampoo apply on wet hair. This one don't need to say 啊，你看到没有？ OK， 看到它的分别吗？Can see the difference or not? OK， 所以就是跟你讲用了过后它真的会帮助就对了啦。很多 review Ryan， wow your shirt so bling bling 啊，对对对对对，好，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哇，你看这里几套嘞，哇，你看这个勾力啊，这一整套不见掉嘞，它的这个好像被踢掉这样子的了啊。Can see 了，用了过后头发全部开始长出来的哈，你看那个屋顶啊，你们那个头帽啊，屋顶啊，看到没有 ？OK， 你们的头发要是有这样子哈，你们的那个啊黑，你们中间那个洞口的不能叫什么的哈 ，OK 啊，开始在脱啊，毛囊哈，看到没有？你用了过后，你看到没有？你头发厚厚的，哇，真的是很厉害 ，OK 啊 ，So bald patches covered after reviving with our #1 hit CPR， 为什么它叫 hit CPR？ 这个其实 supplier 也没有跟我解释的，把我的猜测是为什么呢？它这个就是。可以帮你 revive 哈 ，resuscitate 你的那个头了，你看 ，OK， 就是帮你泵那个 CPR， 泵到你呼吸啊，泵到你啊，比如说你淹水嘛，对不对？他要跟你做 CPR， 帮你 catch 你的 breath 回来哈，一样，这个东西就是帮你做 CPR 在你的头，帮你什么？帮你恢复你们之前的那个头发哈，帮你 revive 你们的头皮这些哈 ，OK 啊，说完要买赶快买啊 ，click the WhatsApp link or WhatsApp them 啊。